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澳门敏儿。现在呢，我住在渔人码头这边，在澳门这边。然后呢，现在我就陪我的朋友去澳门的蹦迪，对，带你们去看一下澳门的蹦迪是怎么样的。我们现在呢，住在这个渔人码头这边，里面呢就是很漂亮的。里面呢就开着一间开了好多年的那个 DV 蹦迪的地方。DV， 我记得我十年前的时候就来过一次，不知道变成怎么样了现在。哇塞，现在是3点钟的时间哦。还有这么多人，在这里呢，跳舞的女郎啊，都是来自泰国啊、外地的那些地方。男的也是，全部都是泰国来的。在这里的消费也是不贵，像我们叫的这个玛咖丽的也是68块的葡币。其实我觉得在澳门蹦迪跟内地蹦迪的最大的分别就是，这里好多人都是外国的，还有这里蹦迪的可以开到7点钟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都要回家睡觉了，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